今天这一道，只要你会串签子，就一定学得会。按顺序把食材烫熟。今天用到的是这个加点滋味钵钵鸡，这个料理包味道超好，和其他用粉的不一样，里面是真实的鸡汤，做法没有任何翻车点。先不要急着吃，泡二十分钟味道更好。趁着这时候来做一杯颜值爆表的饮品，一勺白糖，一勺白凉粉，倒入蝶豆花水，再挤点柠檬汁，就会变成很好看的粉色。三片柠檬，半个西柚，一勺白糖，倒出汁水，按顺序蓝色冻、紫色冻，最后倒上绿茶。香而不辣，滋味浓郁的钵钵鸡。再来一口满满果冻的星空柠檬茶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